好，现在来香港，我要去找飞机，找航空主题的餐厅。发现他的电话是洗发洗的，可爱，可爱哦。点那边上面那个灯。然后其实也有三五九，其实也有。77元，而且是最贵的。还有加飞机。他这个飞机会飞，是可以。现在要来拆那个刚刚我们这787拿到的飞机，要来吃 oyster。会的，谢谢，我们会再来。喜欢这里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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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机人又一直在香港必来。